太好笑。午安，谢谢蛋黄哥的掌声鼓励。午安，等一下啊，这个好了。谢谢夫妇猫的星座蛋堡，哦，又坏掉了，是不是？讨厌这个直播单。等一下，哪里啊？喂，还是我就拿着它，好像麦克风。嗨，蛋黄哥，谢谢你的掌声鼓励。等一下，我那个你够厚脸皮。蛋黄哥，Cakes，人共情，笑笑，嗨，中干你啥？自华气味，Let's go，嗨，北极熊儿儿。卡特琳娜，阿布拉，卡塔布拉。嗨，艾维卢，Billy，数学课本，杨棉铺，好意，好啦，艾静，尼古尼古，好客，好意，晚安，不是早安，午安，嗨，尼古尼古，谢谢四叶草。谢谢你的四叶草。LKF 之子，达美，希望这个不要再关了。这个角度，都要再拜托。OK，完美。嗨，格里古，还有什么鞋？哈曼童。你看，昨天喝的，这个太甜的话，我要加什么水吗？还是如果我加水的话，就会不会很怪？这是奶茶，黑胡子奶茶，微糖热的，然后我就想要加一点水，会很奇怪吗？因为太甜。马上收到生日礼物了，太好了！对呀，超开心了。大家也太会挑礼物了吧，真的很开心。嗨，一开 boss 大拇指卡丘阿娇，嗨，吉米粥加牛奶吗？是我家没有牛奶怎么办？还是加咖啡？咖啡奶茶？好像可以耶，咖啡奶茶好不好？我这边有咖啡，早上泡了一个咖啡。可是这个也有加糖怎么办？好吧，你就甜吧。ただの薄まった甘すぎるミルクティー、確かに。ジミー、ジョー、谢谢你的ポップキャット。加无糖的红茶，好像可以，红茶还是牛奶，好像都可以耶。可是加牛奶感觉会更甜，不知道为什么。北极熊，Hello，威廉。好像可以加茶我等下去买配茶，配茶，然后加看看。太甜，我喝不下去。嗨，九蛋，谢谢你的星座蓝宝，生日麻油地鱼土豆，哈贝尔。今天是在客厅的沙发上，非常舒服。嗨，北糖，呀呜，哈表，你看，就新买的衣服，可是买错 size 了，有点太大。我是那个在网络上买那个，你知道 Sports Anahasbe 吗？你知道吗？那个一个恐龙的一个牌子的那个，然后就想要买这件衣服，然后。我就想要买刚刚好的，但是他那个网络上写说，二号是一号、二号、三号，真的，一号是 XS，
二号是 S，三号是 M，然后 L 号是四这样子，然后我就选了二，我就想要这是刚刚好的大小，结果很大，你看这里园林哦，就有点我的锁骨全落哎，但很可爱，我喜欢它的恐龙，不觉得那个恐龙很可爱吗？对啊，那哈斯贝没错啊，又关又又啊，我真的很讨厌这个直播灯啊！这样还是拿了，拿着它，拿去洗一洗就会变哦，有可能。嗨嗨，锁骨对啊，这太大件了，但是就是长度是刚刚好。唯一玉，温柔，温柔，配温柔，边缘。嗨，小五，李景，哎，我那个上次开完直播之后，就想要马上 po 在那个烂直播的现实动态，我说那个桌布的部分，然后呢，就发现好像现在烂直播要 po。就是照片的话，好像要另外下载一个东西，然后就我的手机已经容量不足了，就想说，好吧，那就发在 IG 上。谢谢小友的肩颈告白，这个领口开得好，不可以是，对啊，真的是很开。那我真的不喜欢这个直播灯，要再买一个新的了吗？你看，还是就这样就好啊。算了，我就不开灯了。不开，就这样吧。等一下，退货了，谢谢土豆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妈哟，又成就了我一次，怎么了？明星，Hello 查查，这么麻烦呢。看一下哦，按一下高拉卡，Hello，嗨明星，查查。昨天我去风腾哥哥在主持的摩吉不能进去，鬼。风腾哥哥，这个不是自然光，那是客厅的光。刚刚说什么？哎，对，丰田哥哥在主持的娱乐关键字，我都超开心的。昨天本来心情一团糟糕，到今天被麻友的行动拯救了，太刚好了吧？开心。但是你为什么心情糟糕呢？丰田哥哥主持的 Mogi，那个一个就是接安安大明星的一个节目叫。娱乐关键字就是真的是刚开始的，好像是10月多开始的节目，然后就丰田哥哥就是在主持这样子，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出道了3年嘛，然后我从来没有遇过丰田哥，但是我超喜欢丰田哥，因为他讲话真的很好笑，但也是很常去同学来了啊，然后就看了那个。英文 JLO 那一集跟他说，忘记了，好像是什么忘记了，各国的男生怎么样？我就觉得超好笑，他讲话真的超好笑。喝车不开酒，Hello，那很新你说那个节目吗？对啊，很新真的很新，还是觉得有直播档比较好看。但是他不听话，他不听话，花了1500，真是的。就每次就是，之前是烂直播送我一个直播架，好像还蛮多成员用那个，但是呢，我用了3个月就坏掉了，就是有一天就啪，然后就坏掉了。不是我弄坏的。OK 啊。你看，这有差，对不对？
有点贵，真的很贵。他就像晴风点表演日本黑道演绎，哎、欸，那个真的超好笑的，那个真的超好笑，你有看对不对，boss？就是，哎、欸，应该好像不是黑道，但是他在表演的是暴走族的那个脸，真的超好笑，真的超好笑。马友礼物卡片都收到了，马友卡片马友不能偷看哦，可以。念给他听，好，对，是麻薯弄坏的。大美，Hello，哎、欸，我跟你讲，说到麻薯，我刚刚超生气的。我刚刚不是迟到了8分钟吗？我原本是可以提早10分钟开直播的，因为呢，我穿衣服的时候，我穿那个粉红色的裤子，然后就那时候，就是因为我放在，就是我因为我穿过的衣服，我都会放在就是一个篮子里面，就是穿过的衣服，然后没有穿过的衣服这样子，然后穿过的衣服都放在篮子里面嘛，结果。麻薯一定有在那个穿过衣服那个篮子里面尿尿，然后就刚刚穿的时候好像很臭，天呐，怎么那么臭？然后就有尿味，然后就想说一定是麻薯在那这边尿尿，然后我就拿衣服去洗嘛，然后我还有洁癖，所以我刚刚去洗，这是什么？冲澡嘛？唉，这是这直播之前这是一团，糟糕，怎么讲？对，真的是很忙哎，笑死，味道超重，味道真的很重，就是狗狗的尿味、仓鼠的尿味，我是觉得还好，但是猫咪的尿味真的是很臭。那没有冲澡很快，因为我是12:50那边就坐在这边，就是准备好了，然后。啊，45那边就准备好了，然后50那边就，然后想说啊，去换衣服，然后就换衣服，哎，怎么会那么臭？然后就，真的是刚换新家，马上还不习惯厕所的位置吧？没有，他习惯，但是他可能就是不喜欢那个味道啊，或者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厕所太臭的话，他也会在，就是可能是沙发上，虽然在这个沙发还没有被尿过。但是他就是习惯在某一个地方乱尿这样子，没先换好衣服哦。啊，什么意思？我就赶快拿去洗牙。那没有冲澡很快耶？什么尿？猫尿味真的很难，真的超级臭。猫是生气气，是我生气气。哈里桑，谢谢 Bobcat。猫是喜欢你的味道。麻友，麻友，盯着镜头一下下。我要盯着镜头，对不对？哎、欸，好可爱哦！这是什么？丘比特抱抱，哎，好可爱耶！哎呦，他去哪里？哎、欸，他在后面啊！啊，他不见了，好可爱哦！谢谢，谢谢你的丘比特抱抱，ありがとう。谢谢你，谢谢小五的小丘比特宝宝，嗨蝌蚪，嗨狗酱。哎，我昨天就是有去上节目的时候，我有跟经纪姐姐说，就是有一些粉丝因为24号晚上在苗栗，然后就没办法。可能就是没办法去全家买票嘛，那要怎么办呢？这样子，可是他们好像就是没有想，可能是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对。然后他们就是只能说，就是请大家在线上购买，对，只能这样子。抱歉，我也有问啊，我也有问。Hello，静说什么？麻薯坏坏，真的超坏的。嗨，阿翔，谢谢你的星座浪宝。嗨，Joyce，你好，嗨，勇哥，拉面，Thank you，放心拉面。谢谢麻友，对，所以你们这次有点辛苦，可能就玩路要好一点的。然后苗栗，希望那个场地的玩路不错哈。在对，只能期待玩路顺了。谢谢麻友替我们问，对。对，可是就是有提到这个问题，可能下一次一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啦。就是可能我先公布我们的表演时间呢，
可能他们也会考虑到，就是下次会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觉得哦，反正就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嘛，大家也可能就要在，就是可能体谅一下，抱歉大家，完完全全不相信全文，谢谢福福妈的真情告白，谢谢。谢谢苗栗县政府附近有7家全家哦，哦，真的哦，真的哦，有7家全家，那就大家一起买嘛，不然就是如果真的有真的没办法在线上买的话，可能大家就是互相帮忙之类的，团结起来，团结起来。看来要在山顶看麻药了，可是我不懂那个这次有换什么。就是他们的买票的怎么样？就是方法了吗？好像有什么什么会员的人抽选什么的吗？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对，所以是怎么样才可以买到票？算了，我不开灯了。哎、欸、哎，哭哭，还是我再挑战一次。拜托拜托，给我开灯！拜托拜托，给我开灯！没有直播的我就变丑。啊，还是算了，算了，不开了不开了。小妹酱，新人店酱，其他用抢的，什么什么什么？你看看呢？前200是会员的，前200是会员的，谢谢。准备好在苗栗用手机抢票了，又不是没坐过最后一排，不怕。对啦，最后一排有最后一排的好处，谢谢你帮我宣传我的我的 IG，谢谢他们比的枫叶，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你也是日本人哦，哈绿山是日本人没错啊，夏嘎啦嘎，hello，最后一排有什么好处？有啊，就是我想要看整体的感觉的话，我是比较想要坐在后面的，因为我这次彩排的时候，我也有坐过后面看别组彩排，但是我是觉得，可能是我喜欢跳舞的。就是我喜欢看那种舞蹈的整体的感觉，所以我是坐在后面，我是觉得，能看到整体的感觉还不错的。那可能就坐在前排的话，没办法看到全部的感觉。对，最后一排中间可以录音，录音什么意思？最后一排的中间可以录音，什么意思？暗示哥哥是写星座浪宝。哎，妈呀！有收到卡片，真的太好了。对啊，我超开心的。我昨天就是从那个三立回去公司嘛，然后就看看姐姐没有空，然后就问姐姐说：“姐姐可不可以帮我审核？”然后说：“好啊，让你拿出来。”就从那个袋子里面拿出来，这个全部都拿出来，然后就强迫姐姐帮我审核。可是最后一排我坐腻了啊，哦！真的哦，你是很想坐最后一排是不是？那说到可爱吗？什么？说到礼物吗？有想我提到的啊，好可爱哦，真的好可爱耶，真的超级可爱，就是大家真的很会挑礼物，真的太会挑礼物了，怎么那么厉害？因为有摄影机呀，YouTube，白色情人节草纸就有收到我的声音啊。你说那个，你说就是就可以，你的声音可以出现在我们的影片里面的意思，对不对？嗨，麦鲁特，Hello，静安吉，拜托拜托，给我一个。大家都会挑礼物，除了土豆，超好笑的。我这次很多礼物都跟我的那个好朋友分享，觉得开心。
你，我的直播端哦，你觉得你们有推荐的直播端吗？我去买。我是觉得这个线太长了，所以呢，就是才会这么的，是没办法连电。好像可以啊，可以了吗？可以了吗？蓝色了，它变蓝色了，可以。诶，头，中银，谢谢你的，我来签到，谢谢你。嗨，慢悠悠，Hello，安吉。不是尝试定居的，去年除了最后一场平日以外，从这样开玩笑的，我这样是尽量而已，尽量而已。拜拜。好了，好了，哈喽，我等大家回来。天气的，妈哟，自己也坏掉了吗？对，早就坏掉了。妈呀，你身边的3C 产品是不是经常坏掉了？对，所以呢，我不喜欢3C 的东西，因为我是3C 笨蛋，而且就是我不太会，是不太会操控那些3C 的东西。是电，把你们关在冰箱？啊，直接关在冰箱吗？哎，好像可以耶。就是过热就拜拜，我们等一下见这样子，然后就手机变冰了就再拿回来，好像可以耶，好像可以耶，好像又要开始了，你说卡卡的吗？再不卡我真的不能再挑战了。对呀、啊，手机画面变成冰箱里面的视角，笑死！谢谢小五的救救你，我跟你说，我刚刚的，刚刚的救救你，我都有看到，谢谢。应该不装可会，对啊，我刚刚拿下来了，已经拿下来了，那个嗨，小恶魔，小哥，我超级怕，我等一下没办法念板，所以我先念板，好不好？如果我顺利的话，我就等下再念，好吗？因为我怕等一下卡住。今天的从第五名可以吗？今天做第五名是福福猫，今天的第四名启威，今天第三名 Lex，谢谢今天的第二名 Gex，谢谢今天的第一名小五，谢谢。就我先念，谢谢 Gex 的烂梦烂 live 应援团，我怕我等一下又卡住没办法念。对，啊嘞，我还没有丢礼物啊，然后我就想说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想说我等一下我怕卡住。没有要拜拜，我怕卡住，然后就直接不开这样子，所以我先念。对，谢谢阿可以的红玫瑰，等一下还是会念好吗？如果顺利的话，哥哥谢谢你的枫叶，谢谢，谢谢你志宏阿玲玲，嗨晴天，嗨嘎嘎嘎嘎，妈呀辛苦了，下次好了，原来要说再见了，没有啦，我没有要说再见。拜托拜托，给我一个光亮，Hello，你可以继续送我没关系呀、啊，嗨 大地，妈哟，现在拿哪一只手机的？现在拿是 S
SE2 对 SE2 小孩子们要提醒吗？我看我 PS 没有事，我跟你讲，那个是哦嘿，胖子谢谢你的，胖子谢谢你的求求你，谢谢你的求求你。因为呢，我跟你讲，因为我的那个 reset 的衣服真的很短，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可能是穿哎，我是穿谁忘记了，我不是我穿不我不是穿我自己的，然后呢？我之前想要换成法法身上的衣服，结果法法腿比较长，然后就是法法穿我的那一件真的是太危险了，所以我只能穿我原本穿的那一个，然后就超级无敌短，真的太短了，真的太短了，真的是太短了，我每次真的很害怕会看到安全裤。所以呢，我就是故意把我自己的黑色的安全裤穿在白色的安全裤里面。对，我是故意穿的，因为我怕就是安全裤里面没有穿安全裤，所以呢，我就穿两件安全裤，再加蓬裙，再穿裙子，非常安全的。对，去拿你手机的手机呀？去拿我朋友的手机吗？我没有朋友。原来不是只有我觉得这样，那件真的有点短。对啊，对啊，我是对。その闺蜜说过，哦，大丈夫，然后打理个都。妈呀，这件恐龙还蛮对嘛，这是那个 sports anihasbe 的，你可以去买呀、啊。但是呢，我建议你在那个店里面买，因为我在网络上买，然后就那个 size 有点不一样。我超喜欢它恐龙，超可爱的。但是几件安全裤啊。啊，小五拜拜，上班加油！嗨，朱琳，嗯，双重保证，对，不是只有你觉得，是我以前就觉得，哎，天哪，怎么那么，对，短，但是没办法，就是没办法跟其他成员换，无限安全裤，对啊，对啊，无限安全裤，我看到恐龙的时候。我直接笑到爆炸，为什么？谢谢宏伟，安吉你是谁？我有点好奇，安吉你是不是认识我的人？如果你是认识我的安吉，你就说对。你可以个谢谢你的一封信，それは誰かの圣诞 T 啊，違うよ、これなんかのアネハスベの服。そうそう、アネハスベの服。屋顶鬼，对，就是我，笑死，难怪，我想要怎么没有看过安吉的字，屋顶鬼，谢谢你的掌声鼓励，没有你穿得很安全呢，笑死，我真的蛮安全的、啊，对呀、啊，就是你想的那个，好 ，so ga so ga， 颜乐儿，嗨，我的 esposa， 还有 esposa， 谢谢静的看好你哦。我今天真的是直播状态超不好的、欸、而且我手机剩14%。嗨妖怪猫咪，嗨中干生你回来了，中干生が帰ってきた。 Thank you。 嗨大天意，七星巨星成龙，干嘛咦，拜托拜托给我一个。哎，我跟你说，我想到了，我想到我今天要跟你们讲什么。我昨天跟今天早餐是我自己做的，我觉得我一定要开麻油早餐店呢。我是觉得我做的早餐真的太好吃了，我去全联买了那个葱抓饼，然后冷冻的那种葱抓饼，然后就买了培根，还有猪头皮，还有起司。那一些就是辣椒那些的，然后呢，我是觉得超级无敌噼里啪啦好吃。我是，哦，那是我昨天是吃培根起司葱抓饼的那种脆皮蛋饼，然后今天是做了一个猪头皮卷饼，我是觉得太好吃了，我真的是太好吃了，哇，那图画，我跟你讲，我真的很会煮饭呢，我是觉得啊，天哪，我真的是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早餐，所以呢，我是觉得，嗯，我开早餐店一定会，
对啊，炭吉猪头皮，对啊，猪头皮卷饼超好吃的，但是很期待我可以理解猪头皮。你没有吃过猪头皮卷饼吗？超好吃的，你真的没有吃过吗？你真的没有吃过猪头皮卷饼？怎么可以？等等，其他可以吃点。哈，真的假的？你们都没有吃过吗？终于有让马友叫我帅哥的机会了，我才不会呢。嗨，我安小姐 ，Hello， 大披萨，太台了，小姐，我要吃日系的。没有，我也有买那个双十二的时候，我有买那个三明治鸡，所以我在等那个装鸭三明治鸡的。第一次听过，真的假的？你可以去全联买那个猪头皮，然后就是猪头皮先炒那个，就是炒一炒，就是用酱油炒一炒，然后就再一点那个辣椒炒，之后就是在放在其他地方，然后就先打蛋嘛，蛋，然后葱抓饼，然后烤了之后翻过来，谢谢仲林的告白气球。然后再放猪头皮，刚刚炒过的猪头皮，然后再对，这样子卷起来，这样超好吃，真的超好吃。猪头皮卷饼，大家原来是都不知道。仲怡，谢谢你的告白气球，马友手做早餐单，成明年生日会的抽奖礼物。我是觉得可以耶，因为真的超好吃的，我觉得你们一定会上瘾。然后呢，我就买了那个三明治鸡嘛，是三个，哎，有三个。那个铁板的，是一个是三明治的，然后一个是甜甜圈的，然后一个是什么啊，松饼的那一种，然后就啊好开心。ほとんど卵料理は、え、じゃあ本当に単品美味しいか、マジで朝ごはん屋さん開こうかなと思ったぐらい美味しかった。なんかそれでなんかしかも見た目も可愛いし、味も美味しいし、お腹いっぱいになるし、私の愛情がこもってるっていう。もう藤井名朝ごはん屋さん作ったらもう大儲けしちゃうわ。猪头皮是一个台语歌手哦，真的哦，哦，这个应该是马友早餐店限定商品了。对啊，我觉得見た目が可愛いで、え、でもちか、え、だからし、めっちゃちっちゃめのさ、葱抓饼やそう買ったんよ。だからさ、なんか普通の葱抓饼はめっちゃでかいんやけど、そのなんかちっちゃいやつで作ってからめっちゃ可愛かった。卵以外も何か、あ、あれだよ、シチュー買った、シチュー。え、ね、大家我上次说的那个シチュー。那个白酱的咖喱，白酱咖喱，对，那个我买了，我就煮了之后就拍照给大家看。这个就是西球呢，食事的怪的呢，呀的呀的，千台手推猪头皮葱抓饼真的很好吃啦。猪头皮吃过，蛋饼也吃过，两个在一起还真的没吃过，真的。西球来たこれ、そうだよ、西球。西球も買ったし、カレーも買ったし、でも朝ごはん、台湾式朝ごはん。しかもさ、めっちゃさ、お母さんにさ、写真撮ってさ、見せてるんよ。これと、今日の朝ごはんを作りました。今日の夜ごはんを作りました。毎日、なんかそこまでなんかお皿とかまだ用意してなくて、いつも同じお皿やんって思われるのが嫌やから、なんか、インスタには載せてない。为什么我不发在 IG 呢？因为我没有盘子。我只有那个，我上次po的那个有小花的那个盘子，然后就我怕大家说，哎，你只有一个盘子嘛，所以我就很害怕，我就没有po我做的吃料理这样子，因为我没有盘子。其实我是觉得，哎，我之前是做水莲嘛，炒水莲，然后就用，而且我真的是用猪肉蒜菜，还有辣椒，有辣椒，还有米酒，就是非常热炒店的。炒的水莲，然后阿奎后来跟我说要就是水莲要泡在这个水里面，然后就是撒一点点盐巴，然后就等个10分钟左右再炒下去比较好吃，对不对？可是呢，当然我知道我煮饭之前一定会查那个怎么做。对，所以呢，我也有，就是放在水里面15分钟再炒下去，超好吃的，真的是，我觉得以后要开麻油热炒店跟麻油早餐店，然后只卖那个蛋饼，然后热炒店只卖炒的水莲，我就觉得超好吃的，真的很好吃。一人暮らし忙しいと思うとそうなるよね。俺も茶碗なんか使えず一度同じ丼だよ。だよね。久しぶりシェシェにダメ一回。お母さんうるさいと思ってるかもしれんけど頑張ってるねって言われた。猪头皮、葱抓饼听起来超台味，但怎么没几个台湾人吃过？真超级好吃，好吗？美女什么意思呀？本当にさ、
这泥水莲先切断再泡水，没错啊，我也是自己买回来炒。对对，还是我阿凯跟我一起开那个热炒店，然后我那个我是只做那个炒水莲的，来自日本的台式料理。没有，那是台湾的早餐店卖的，然后就觉得超好吃，所以就是后来就学它这样子，超好吃的。还有呢，你们有吃过萝卜糕蛋饼吗？萝卜糕蛋饼也很好吃哦，你知道吗？可是萝卜糕蛋饼的话，就其实不能用那种脆脆的葱抓饼的那种皮去做萝卜糕蛋饼。如果萝卜糕蛋饼的话，是那种薄的那种，很薄的那种，就是普通的，就是比较软软的那个蛋饼皮，不然就是很奇怪。玉子烧看起来不错，玉子烧是我的那个最得意的哎。じゃあ卒業も近いから何の卒業何の卒業何の卒業。我要在水棉里加香菜麻油滚，一定会跟你说滚，你不能加香菜。那家热炒店的菜单可能就是才半夜都不到，没有没有，我才有那个饮料，绿茶、红茶、无糖绿茶、无糖红茶，还有那个红茶拿铁那些的，热炒店是卖红茶拿铁。TV の卒業そんな早くないよ。アシャシシンのポップキャッチ。ハロー、小弟。六六六、ハロー。え、我的、那个、我的、哇、我就吃到没有、就会、那个灯会不见。算了、不开了。我要充电。充电。拜托给我一个，谢谢欧门客的红玫瑰，谢谢朱玲，谢谢你的红玫瑰，谢谢天生丽质白美的红玫瑰，还有双麒麟红玫瑰 ，Boxy 的那一百乐巧，对，然后我也是跟大家，就是跟我朋友、好朋友，课上之前那个大学旁边有一个很好吃的早。